好，各位朋友，我们已经到这个垦丁的福华饭店。那我们今天要入住的是他这个 villa 的部分，他们也是这个有打这个宠物友善的。那我们等一下就跟阿翔一起入住吧，走吧。跟您先说明一下，我们明天要早餐的部分呢、就是。那我问一下，如果我们这样去的话，宠物可以放在房间吗？可以放在房间吗？好，因为我怕它不能就这样子。因为也是规定不能。对，不能单独说放在房间。不会啦，好，这边都还算 OK。好，那就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进来。我跟你讲，各位观众，这个福华的 villa 我一定要推荐一下，就是给那个就是毛孩的爸爸妈妈们。我先跟你们介绍一下我们的房间，好，我们房间在一进来之后的第一间就是。那因为它在一楼，所以对于毛孩来讲，其实非常非常的方便。好 ，OK， 我开始介绍了，你们仔细看好哦。进来之后的右手边就是这个厕所、卫浴设备，看到没有，观众，非常的高级啊。出来之后有一面镜子，这个全身镜，哎，这个就是让帅哥照镜子。你看我们阿昌趴在地上多爽，冰冰凉凉的，人气又很舒服。好，进来就是一个像个客厅这样子，桌上的水果都可以任意取用，超棒的。再呢，走上这个阶梯之后，这是我们今天的床，看起来超棒的。然后这个空间整个超大的，你看，还跟这边跳舞。头晕了吧？然后还有另外一个这个床，可能是玩的吧？啊，对，啊，这个可能是生小孩的，看这个这样，然后就这样，这个老婆就要这样诱惑老公。哎，老公来嘛，这样啊，然后老公就软掉了。这个是宠物频道，我们来走到外面来。嗨，露西，有看到露西吗？露西，你这么开心呢、啊，这里可以吗？然后这边有冰箱，推开这个玻璃门出去，这是它的户外空间。这边有一个户外的按摩浴缸，有个庭院的布景，超美的。这是我们个人的游泳池，但是我要说一下，就是它这边虽然有游泳池啊，但是它这边要写，请勿让宠物进入浴缸跟泳池，所以其实呢。他还是很讲求卫生的、啊、那我们就遵守这个规定了。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入住的福华饭店的 villa 玩水。那它的游泳池它是可以有热水的部分，水是温的耶，超棒的。阿昌你不能游，各位观众啊，太爽了。现在我们糯米肠跟露西在睡觉，因为他们已经玩累了。现在这个是下午4点钟的时间，刚刚他们已经把下午茶送过来了。你看，超棒的蛋挞，甜的木耳汤，是冰的耶。我们等一下点心吃完，我要带大家去看看，他们现在还有梅花鹿可以喂。我们等一下去喂梅花鹿，好香哦，这个奶酥条。超好吃的、啊、我觉得这是燕窝吧。好，先跟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一间呢就是我们 villa 可以任意来使用的，就是里面有一些点心甜点的部分。那这边还有 SPA 馆。在看这个梅花鹿之前，我们要先来洗衣服。那它这个饭店本身就有附设那个自助洗衣的部分，然后这边就有脱水机、洗衣机，然后这边有干衣机。他这边洗一次衣服是50块，那烘衣服的话一次也是50块钱。
我现在带大家看这个味食梅花鹿，房客可以免费换一份这个胡萝卜。哦，对，是只有 V 的。嘿，小绿绿，哦，好可爱哦。他吃掉了。他吃掉了。他肚子饿了。他有牙齿哎。有吧？你看，你看。怎么可能没有牙齿？而且你慢慢。有了，他有牙齿，我看到了，骗子。桃啊，是有点像龅牙。啊，你也要下吗？那你吃到了，我这边也要啊。我不可以这样子。你好像比较小耶。他都当了脚了。啊？他都当了脚。他是公的。比较小。他是公的。好可爱。他才不到一岁。哦，这个不到一岁。对，他是去年生的。啊。可爱。怎么那么小？那你多吃一点好了。长大，我看他的牙齿，很可爱。饭店有附设这个公共的这个游泳池，记得来的时候要带那个泳裤跟泳装。然后在他这边的地下一楼也有那个健身房可以使用，然后那边还有这个按摩椅，超爽的。我们现在进去这个，我刚刚说的只有那个 Vida 可以使用，就是里面有放一些小点心、下午茶的部分。哦，他这边要刷卡，但是只有 Vida 贵宾可以进来的。你看开门了，你看他这边有很多小点心，对，然后小蛋糕。这边的话有喝的，有咖啡机、饮水机，有绿茶跟蔓越莓汁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坐在这边享受这个。Cheers， 蛮享受的这个环境，很舒服。你嗨，我们来玩了。你要去哪里？要去外面玩啊？你要去玩吗？你要去哪里？没有，没有要去外面，没有要去外面。好，快进来。好 ，Lucy 进来吗？快进来。进里面。不行 ，Lucy。Lucy， 进来。哦，这样子你一个人在里面。这么寂寞，露西也寂寞，大家也寂寞，就想我是不是？嘿嘿，有没有乖乖？有没有乖乖？我们现在是晚上7点多的时间，那我们准备要来吃晚餐。虽然说刚刚有吃下午茶，然后而且他福华有提供很多好吃的餐点，但是我们还是想要来垦丁大街逛一下。然后等一下我们买完吃的回去之后就会。回去帮糯米糖他们煮他们要吃的晚餐，最后我们决定要买一个手工披萨回去吃。刚刚老板娘是有推荐那个熏鸡蘑菇是他们的招牌。好，我们现在已经回来福华 Villa 啦，我们要先赶快把那个糯米糖跟露西他们今天晚上要吃的那个肉，我们今天是买那个棒棒腿棒棒。好，这是我们刚买的这个红砖窑手工的烤披萨。它的披萨长这样，它是这种薄皮的，这个是那个熏鸡蘑菇，它皮蛮好吃的，它那个熏鸡的味道也不会太重，还算不错吃啊。恭喜！恭喜出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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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不来啊！快点出来！快点！阿强来！阿强来了！哎呦！哎呦哎呦！小心小心小心！走好，去妈妈那里，去妈妈那里。站起来尿尿啊，在这里尿尿啊，糖啊糖，你们在走健康步道哎，一起过来，在这里，一起来。开始了。越拍越登门了。嗨，陈。厉害吧？嘿嘿，你在这里休息。对呀。各位朋友啊，早安！我们有预约8点钟，就是我们的早餐会送过来。他可以选择是，你可以去本馆吃 buffet， 或是你可以选择就是请他帮你做。套餐的部分送来房间，他可以选择换成中餐啊。那因为我们是选择就是
把它用套餐送来房间，那我们可以跟狗狗一起吃早餐这样子。那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它的早餐，它的套餐部分它可以选择的有两种，一个是中式，一个是西式。这盘是中式，煎蛋卷啊，一个小小的挂包，然后还有一些小菜，比如说土豆面筋，烫这个四季豆吧，酱瓜。哦，这个是咸粥，欸，有葱。你吃啊。好，然后还有油条，然后看起来非常丰富，你看冰的跟热的奶茶。我是拿铁忘记了。哦，对，哦，这是拿铁。你累了吗？好，然后再来是西式这个部分，松饼，然后这个是法式吐司，德国香肠，然后一个煎蛋，就是生菜沙拉，水果，然后一样面包，然后冰的拿铁跟这个果汁，然后他还有给你一个优格，我觉得真的非常的丰富，太夸张了。好啦，我们现在准备要退房了，时间也差不多了，已经是11:30。那我们现在就是去开车来到门口，然后再让糯米肠他们上车。好，谢谢，那这边联系你。